杂志剧对许多人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对于必须仰赖生产线来进行生产制造的产业而言，杂志剧则是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透过杂志剧的规划与自动化，能辅助生产线进行定位装配，有效降低生产线所需要的人事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虽然杂志剧的设计制造并非明星产业，但在台湾仍有业者针对不同产业提供杂志剧客制规划设计，致力成为传统及机械产业最坚实的后盾。客户往往只专注于自己厂内现有的生产模式与机器的使用，所以我们总是能将在业界多年的经验与目前国外使用的经验导入与客户现有的制程中，能提出多种方案与客户讨论，最终能决定最有效率与制程改善的结论。业者以多年累积的实战经验为基石，透过深入讨论的方式与客户一起茁壮和成长，也赢得客户的信任与信赖。我们将所有的客户都视为朋友，并将所有的讨论产品视为自己要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每个案子都经历非常多次的修改与讨论，每个零组件也绝不偷工减料。我想我们除了有丰富的经验外，待人如己的热忱应该是我们与同一间最大的优势吧。察觉客户的需求，提供最佳品质的杂志剧产品，是业者30年来不变的初衷。由于杂志剧属于客制化的产品，所以每一个零件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均进行100%的量测，所有的零件最终送至厂内，最资深的师傅进行组装与测试，组装完成到出货前也再一次进行3次元，以确认我们的产品是符合客户的精度要求。我们以最新的 3D 软体进行夹制具的设计，并且汇入客户机器的结构与条件进行模拟，来达成最佳设计。配合科技的进步与制造业所面临的市场快速变化，业者除了运用新的软硬体技术来解决客户的问题，更引进德国的夹持系统，为有自动化生产需求的客户量身定制具有高度弹性的系统。除了夹制具外，业者也提供侧漏专用机的设计与制造。虽然夹制具的设计有一些原则必须遵循，但是随着加工机具这几十年来不停的演化与进步，我们必须引进国外更新的生产观念。我们的圆点夹持快刃系统导入在夹制具中，就是最好的产品。它是同类型产品中拥有最大夹紧力与最精确重置精度。客户们使用我们的零点夹持系统，将可以更快速有效率的交换工件与夹制具。它亦可被用于工业4.0中模组化之应用。有很多汽机车的零件及电子产品，因为使用上的环境与特性，产品在生产后必须进行所谓的耐压测试或者是泄漏测试。我们帮客户客制化的侧漏专用机，为的就是这类型的产品。业者不断运用新的技术及持续扩大服务范围，不只是希望公司能够永续经营，也期盼将深耕台湾30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带向世界各个角落，服务更多的客户。在比较过欧美或日本所生产的夹制具后，我知道我们远见精密所设计制造的夹制具并不逊于他们，同时我们在设计制造的时程与价格上也更具竞争力。在世界工厂版图不断的变化转移中，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将我们台湾的产品推向全世界。